最后我们讲到手写产品嘛，就是说当一个 DNA 它形成之后，那在这边的自动派，我们就是现在只要两边的产品都知道，应该就可以去求得说这个蓝色这个通往去就是它的功能。那另外的话就是说右半边的话，它就可以带我们在一开始这个 DNA 形成的时候，我们就跟大家讲到的话，就一开始我们选两个材料，它的能带无限定性分开的话，那在这边的状况底下，可能它的平安的话，它的 DNA 是在向高处它走起来，那它中间的话就是这样子一个曲线把它连接起来，那就是这个 DNA 界面在特定的状态底下的能带。那当然以能带值的角度来看的话，它这里的高度的话就是它的内接性的高度，代表意思就是说，如果 N 型这里有一个电子在中间，它想要进入到一型的中间去的话，它至少要跨过这个 DPI 这样子的这个电位之后，就可以进入到另外这一侧。好，那是在这边的情况之下，那如果说我们家顺向电压的话，那顺电的话当然是中间这样子。整个直流电压，它的比较正的这一侧是接到 P 型，然后比较负的这一侧是接到 N 型。那这样子的话，其实就是说从这图片上我们就知道它的缝阀区会变得比较窄。那为什么会变比较窄？其实你可以把它想象是，我之前都会用那个比喻，就是说你这个缝阀区的话，你会把它像是在拉窗帘，那你把它窗帘拉开的部分的话，就是它就会。空房区的位置，那如果到关键的话，就是空房区它会变得比较小。那我们看一下，就是说这个 TNT 的话，因为我们加了这样子顺向电压，这个顺向电压这个正的话，是不是会把原本如果那个上面 P 型这边的那个电动的话，会因为加这个正，它稍微被排斥，它会被往我的那个界面的地方去压。所以我刚刚提到说，像拉窗帘一样，你就像说窗帘它这边把它稍微被往界面的地方压拉进来的话，那整个露出来的部分就会变得比较小。那相对来说，另外一边的话，它的这一侧它的那个电子就会因为加这个电压，它这个负端会把这个电子往界面上推动，所以它的整个缝阀区，看起来的话，它的那个缝阀区宽度是会变得比较窄的。那所以它就有这样子的结果。那当然，以能带角度来看的话，特别注意就是说，已经加了电压的话，就是破坏这个电压，它已经不是热电的状态。那不是热电的状态的话，它的电压就不会在相同水平线高度之上，所以它的加了顺向电压，它的能带的话，它中间其实是断开切开的。那断开切开的话，当然就是说你把它切开之后，它你其中一侧固定，另外一侧可能就往上或往下，然后让它的整个这个 PA 界面它的能力呈现可能比较缓和或比较陡峭。那我们要怎么去想说，它到底加了顺向电压是会变比较缓和，或者是变得比较陡峭？那其实一样是用刚刚类似的原理，就是说你加了顺向电压之后可以加正嘛。那我们刚刚提到说这个正的话，可以把电动往内推之外呢，它其实也是有办法去吸引另外一侧的电子过来。就是说电子在一个顺向电压的情况底下，它右半边的电子是比较容易进入到左半边这一侧的材料当中，所以就能在这个观点来看的话，它应该是会变得跟大家比较显示变得比较缓和的，就是这边的电子它要跨过的高度的话，相较于上面的这个状态 DPI 的话，电子要比较小的，而它变得那个比较小的那个接下的那个程度的话，其实跟所施加这个顺向电压有关系，顺向电压加的越大的话，那这个高度就越来越缓和，那当然N 型那一侧的那个电子它就更容易进入到另外这一侧。OK， 所以这里的话，中间这里再重点提示一下，就是说在破坏热平衡加了顺向电压之后，为什么那个空阀区就变比较小？是以那个拉窗帘的角度来看，就是顺电这边的话，这个正会去推挤到这个 P 型这里的这个电容量。
说你把那个你家的那个拼压拼压把它补充在这一个内建定位 BPI 的这个小光谱里面，那你就想说我们加了一个顺向拼压的话，顺向拼压就是一个正的拼压，那你 B 就带一个正的数字进来的话，那当然整体来讲这个 W 的话会因为分子这个编号里面的这个分子部分 BPI 减掉一个正的东西的话，它其实分子是会变小的，那整体来讲的话通完就当做其实会因为加了这个正的顺向拼压它是变小的。那反过来说，如果你现在是加一个逆向拼压的话，你这个的话其实是在一个负的数值来，也就是说 BPI 减掉负的一个电压，也就是它的那个分子分子来讲是会变大的，所以它这个事实的话就比较清楚的表明，或是说当我们是加顺向或逆向的话，它是怎样子的情况。那当然这个 B 的话就是看顺向就带正，逆向的话就带减，那它就会对应的变正和变宽这个效果。好，所以这里的话就是大概是三个礼拜之后，这一页的内容有没有那个它的那个工厂区域宽度的变化，还有等待变窄之后变宽然后变短的话，那其实会影响到我们后面的一些问题。好，那刚刚我们完成的就是陡接面的部分了，那现在的话我们再进一步来讨论一下线性接面接面，就是它的整个参杂情况的话是有呈现这样子的一个线性的情形。那它这里的话当然就是说我们可以稍微对应一下前面第六页这边我们提到它的这个不同的规律的话，这个近定位的二次微分它会它的定义啊就是负的那个电场大小，那它也可以基于这个说法写出，就是负的那个空间电荷密度去处理这个界面常数。那这边的话，当然它的那个主要是有像我们前面实验讲到那个陡接面的时候，它的空间电荷的话，其实就把它分成两个区块，那那个 N 级和 E 级。因为我们知道不同区里面可能会有电场和电动，所以刚刚我们前面第六页的那些是那个 D 和 N 和 E 是为例。那在 N 型的欧巴区和那个 E 型的欧巴区的话，它分别就是有 N A 和 N D， 然后就把它代替，就可以完成这个在总界面两个光区它的
那积分完之后出来是这样子的结果，而这样子的结果的话，其实它做出来的话，它跟我们前面的那个经验要稍微比较，像我们前面的经验刚刚说也有复习过，它是一个倒过来的那个三角形，而电厂就会被放在界面的这个地方嘛。主要的那个为什么说这个主机是我们在这里跟主机把它分成两个区块，把它分别做出不同区块的那个电厂分布，而在这里这个。线性接电接电的话，它其实是反出这个事实，而这个事实的话，比较像是那个类似椭圆形这样子的那个公式，所以你看它其实是倒过来一个半椭圆这样子的那个形状，而它不变的是它最大电场强度依然是在它的这两个界面交界的地方 ，OK， 所以它的那个是比较特别。那它还有一个跟刚刚其实是一样，就是在于说整个电场。分布在它的空白区这个区块里面，也就是从负的二分之百分到二分之百分这个区块里面有电场。那超过这个空白区，就是大于二分之百分的这个区块，或者是负二分之百分区块这两个中心区的话，是没有电场的。所以这个我们刚前面的一个里面的话是一样，都是一样，是一个三角形。那三角形就是它的那个电场的那个分布的话，一样也是只有局限在它的整个空白区当中。那空白区以外的这个中这两个中心区的话，其实是没有它的电场的分布。好，那我们刚之前这里在讲到这个多界面的这个时候，我们还有提到另外一个，就是这整个电场这个图形去把它积分起来的话，跟这个蓝倒过来的蓝色三角形的面积的话，其实刚好就是这个界面它。的那个内建电荷的大小嘛，那我们如果说是在这样子的那个线性接电界面呢，其实一样是把这个电场把它整个积分起来的话，这个半椭圆的这个面积的话，一样是它的这个线性界面它的内建电荷的大小，所以它其实我们在这里看到这里的话，其实你可以稍微对照一下这两个单闸形态嘛，它有什么不同的地方，有什么相同的地方，那我们再跟大家提示，就是说相同。电场是有分布在空白区域里面，而电场最大的那个强度就是在界面的这个交接的地方。那另外一个相同的地方在说，这个不同电场对不同或是它的分布图形，当我们把这个电场全部积分起来的话，这个面积的话，都是我们的那个电流形成，是我们的内建电荷的大小。那跟前面所知的不同的存在，就是说，因为它本身的那个参杂的方式啊，还有形态就不
是有带正电的空间电容，但是另外一侧有带正电的空间电容在里面。那也是因为这些空间电容材料，我们看到的时候，它在透马区里面就会有一个电场这样子的一个。那进一步的，我们就把这样的做空间电容，因为它其中一侧是都正，另外一侧就是它其实那个效果跟我们两个。就是一个两个电芯电板，它上面安装一个就是带正电芯，一个电芯带负电，它的那个效果是类似的。那我们把这样两个电芯电板，还有带正带负的那个这样子的东西，我们把它叫做电容器嘛。那其实在这个PN 界面呢，它在控化区里面的这些带正和带负的空间电容的话，它形成的那个效果的话，其实也是类似电容这样子的效果。那我们就把这些空间电容的这样子分布的结合，把它组成的一个电容的效果，我们叫做控房电容。好，那这个控房电容的话，当然这个定义的话是这样子的，因为一开始的话，它 PN 界面形成，它最一开始的控房区块就是大于的这个宽度，就是里面的实现这个宽度。好，那因为我现在就是说，它本身是十加一开始。在偏界线的时候，它的这个档位是它是加一个逆向偏压的一个结果。它原本的逆向偏压是 B， 所以在加逆向偏压的大小之后，它的口弯曲宽度就是你的这样子档位的宽度。那我现在稍稍的把这个逆向偏压稍微调大一点点，也就是说，它原本的逆向偏压变成是 B 之外，然后再加上一个 D， 额外的增加一点点那个逆偏大小。那从我们刚刚数据那边。知道说逆向偏压是为了让加逆向偏压是为了让控管区宽度变宽，那逆向偏压加的越大的话，控管区是会越宽的。所以我们刚刚除了原本加的这个逆偏 B 之外，如果多加一个 dB 的话，是会让它的整个控管区宽度变得更宽。所以它的控管区宽度加了 dB 之后，变成外面的这两个那个虚线的这一条。那大家知道说再加更大的话，其实它控管区宽度是会更加的这个提升。好，那我们现在就是重点来了，就是说我们在一开始加 B 的时候，那个宽度它已经有些原本就已经有一些空间性的分布在左右两边了。那你现在加 dB 的话，是不是它等于说露出来的空间电呢是更多，多出多出这左右两块这样子的那个区块？那多露出来的这些区块的话，其实就是这个蓝色的这个 dQ 的那个这里的这样子量的那个大小。那因为你加逆偏的话，其实就像我刚刚讲，拉出来是往两边拉过来的那个幅度的话是相同，所以这里在 P 型这一侧的话，额外多出来的空间电量是 dQ 的，它对应过来另外这一侧的这里多出来的空间电量一样是 dQ， 然后是那个类似两两对称这样子的一个结果。那我们这个 dQ 的话，其实就是说它的那个单位面积里面它的那个控管区，因为你增加的这个逆偏额外增加的这个变化，是增加的额外露出来的那个空间电的数量。那当然，这里的单位面积的话，指的是这个 PN 界面它的那个侧面的截面积嘛。那因为我们刚刚已经知道说它左右两边是对称的，那只不过就是说一边是正，一边是负，那它的幅度是相同的。好，那其实它中间的这个空间电容它是一个水平，不像我们刚刚前面有那个线性的啊，或者是那个陡接，它是稍
就要来看一下，就是说，因为我们知道它的电厂原本它的如果是白色的那个面积的话，就是我们的原本的那间电位嘛。当然这是三家的这个讲，应该是我们的那个电位的来讲。那你现在加了额外多出来这个 BQ 的话，它等于是增加的这个电位的那个强度的话，变成是蓝色的这个这个条状，这样子的条状这一个面积。好，那我们现在就是要来针对这个比例来进一步的那个讨论。那我们的前面的那个，它还是我顾问前面的那个，它是我们 equation， 就是说它的那个电场的那个增幅的话，其实主要是跟这个比例多出来的这一个空间电位的变化有关。那多出来的比例越大的话，当然增加的那个电场强度是越大的。那我们现在来看一下，就是说这个比例为什么这个比例就是额外增加这个蓝色这个块状面积，它为什么会等于那个 W 怎样的比例呢？其实你稍微去把它知道说它原本的那个电场就是里面实现这样，那你额外加了那个比较大的比例这样子的里面之后，它会变成是虚线的这一条。那我们现在想要知道说，就是如同估计那个蓝色的那个条状的那个面积，就是这一段的这个面积的大小是多大？因为这段的面积就是比例。那我们知道说它的原本的这个三角形的高度跟虚线三角形高度它们之间的差距是比，就是说它的那个电场的话可能是变比较大，所以这一段的高度差不多是比。那我们现在就是把它的外面这个，也就是这个蓝色的，然后求这个蓝色的这个面积啊，那这个蓝色面积我们就把它细切，把它切成很多的那个小块。那细切很多的小块的话，出来的结果大概是这样子，就这一个小方块这两个。好，就把那个蓝色的那个条状就把它切成无限的等等。好，那你切完之后呢？因为每段的高度都是比一，每一段的那个红布啊，切掉之后红色的那个小块都比一。那你现在切完之后呢？我把它全部往上推，推到最底。那推到最底之后，你会不会变成？因为我们刚刚就是把那个蓝色面把它切成
这价值的话大概是5D。那我们现在想要求这个蓝色的这一个条状它的那个面积的大小，那我们去把它近似的话，表示说就把这个条状呢把它细切成五线的，就每一小块大概是这样的色的那种小区块。那你切完之后把它整个往上推，推上去之后，它的整个分布形就类似像这样子一个条状的排列，而整个空白区的宽度就是大 D 嘛，那每一小段的高度是 D1， 所以它的那个面积的话，我们可以把它近似成大 D 乘上 D1， 就是我们在19页这边的开始。dB 的话，因为你加了这样子的标杆，你想让它改变它的这个，让它标杆这个明显之后呢，额外增加的这个内部的那个电容来高度，那大小的话就是大幅成长的。好，那我们先稍微休息一下，那等一下的话，我们就针对说这边到底它增加这个dQ 和这个dB， 它怎么去影响我们今天这个空白电容。是一定有一个人他那个头发都挂他吃了，因为我要快点划开了，我那边有个小人翻成包的病人，什么意思？那这边有一个电视的话，你怎么想这些？他想来，你怎么想的？细节是吗？那个，如果他开花，不是他就会想这个事情。你这里看到都笑了。那我们就从这个开始，这一小节十八页这边的这个空白电容，其实空白电容就那个我们一般来讲就是只是在空白电容这一块这边生效那个电容变成一个效果。那如果说你要用那个式子来表示的话，其实就是我们的最常用的这个词，就是那个 CJ。因为 CJ 的话，我们加了比例的话，对应出来增加的那个空间电容，就是这样子。然后我们有包括比例，甚至比例就是我们的那个空白电容。那我们把它的这个在那个视觉它的那个表示出来的这个符号，把它带回我们的电容，这样子。比如说我们时间的比例，或者是 EQ 的话，那当我们的这个比例的话，再把它用到大陆上面。但是第一的话是就是它是那个出现的第一跟第一，又刚好又等于那个 H 开始的第一，然后再把它代替引擎的话，可能就会得到那个空白电容这个 CJ 的话是等于它的代替 H S。那这里的表示出来的这个结果的话，其实跟我们一开始提到的空白电容量产电容器它的电容组的概念是一样，那差别是差在说。造成另外一个
下面这边的话，就是要稍微来讨论一下，其实它这里的那个要表述的是跟刚刚前面最底下这边是一样的。它主要是要讲说，在一个这样单向的界面的情况底下呢，很大假设我们常常一样是把它的影响平安增加，稍微的这样子的大小之下，它的空白区块也会额外增加这个蓝色的区块，因为原本它这个空白区块都是跨在 N 型这一区嘛，那它的关系
子的话，其实我们发现说，一个 PN 界面，不管它是什么样子的成长形态，我们加了不同的定向平压的话，会去改变它的那个电容值。那其实这个效果就有点像，一般在电动使用或者是以前的一些那个电路上的话，我们常用的一个东西叫做可变电容。那这里的话，看这里，都是有那个可变电容的话，当然。像以这个例子来讲的话，你只要去改变不同加在这个界面的两个的电压的话，就可以进一步去改变你想要的一个电容型。那我们这里的话，大概就是说，像它这里，虽然它是跟富恩斯邦看起来，然后但是它主要是要表达说，如果是一个狗界面的话，你的 N 次代的二分之一进来就是跟前面刚刚最后的界面，它是跟出来就跟开根号。是这样的，那如果是线性界面的话，就是这一页上面这个电容的话，跟电压之间的关系的话，就是那个有负载的是一次反制，就是说你那个你所施加的电压越大的话，其实会导致它的这个电容值是越小。那为什么？因为你知道说逆电越大的话，整个透压区宽度是会变大，范围变大，那当然。变得比较大的话，当然风化电容的话是比较小，所以这里的话当然是它把这两个界面的形态跟一些电压的形态稍微表示出来，那它就把这样子的，如果你要把它应用在这种改变电容的话，现在叫做电容器，那这个电容器当然就是这个可变电容器它的一个缩写。因为我们这里是讲那个
是跟他的夫妻知道自己的一样的情况。那如果说你现在 M 是在 B 进来的话，那你就是整个话就差不多跟那个你所知道的讲起来的话，是一个他的那个三分之一脂肪成正比，所以其实那个他的在间歇性那些内他的那个 CJ 他的那个控管电脑的话，是跟他的 ES 负的三分之一脂肪，就这两种间歇性在跟我们讲的经验，所以我们就讨论是一样，所以他就可以写出这样子的一个那个关系式。那我们现在进一步的想要知道说，假设我们想要得到一个特殊形态的这个基因，这个特殊形态基因。大概这两个区域的特征不会伤到它，可是就是说它会有另外一种呢，用不一样的制程方式可以让这个 PN 界面形成它的分布的话是这个蓝色的一个曲线这样子的分布，把这样子的那个杂质的分布把它叫做超短界面。那这个超短界面的话，其实就是它的 N 的话面积相对来说是在负的二分之三次方之内。那你N 带负二分之三次方带进来的话，其实就是会让它的n 等于二的结果是什么？其实就是从它底下，它是在一个那个震荡边缘。那如果它震荡边缘想要得到它的那个震荡频率的话，那就是分别把它的这个电路上面有的那个电感跟这个接力所形成的那个它的 LC。相乘开根号，它等于是说整个震荡频率是跟它满足这样子的关系。而我们在超短界，我们在不同界面的情况底下，我们知道说这个 C 的话是跟它的那个逆边力量的负 n 次方，然后再开根号的成正比。那你就把这个超短界面的这个那个 M， 因为 M 跟 n 之间上面这个就是那个等它 M 跟 n。n 加二分之一，那你把 n 带负二分之三进来的话，等级等于二，也就是说，在这个超短界面情况下，它所形成的震荡跟它的震荡频率的话，它会刚好跟你所施加的这个力向平压成正。所以它只是一个比较特殊的一个界面形成过程，因为你其他两种不同界面带进来的话，会跟那个所施加的力向一样，是刚好一次方成正。二分之一次啊，或者三分之一次，那这样看起来，它比如说在电路上的应用的话，会变得比较复杂一点。所以如果你想要让它的那个质量频率跟你所实际的相比是呈线性的关系的话，那你就需要用比较特殊的那个超短界面，让它就是这样子一个界面。所以它这里算是稍微再补充有，比如说偏界面有其他的那个参照的情况，那当然比较熟悉的两个。界面形态的话，它的一些东西要是跟它的那个控管区的宽度啊，还有说因为控管区宽度会进一步去影响这个控管电容区，然后要去了解一下这个控管区。OK， 所以这一段的那个方法它的那个这样子，我的看就是它的定义，然后还有它的一些事实的论点，都是在。跟大家补充的，以及进一步的把前面的那个时间不同变压的控管区中的绑带性，还有就是整个不同逆向变压情况下，你可以得到不同的那个控管电容式，那从这样子的做出来的图形，可以获得两个很重要的那个资讯，让大家稍微了解一下。下面这边的话，就要正式进入到我们那个 PN 界面，它的一些电流对应到操作不同电压的一些关系。因为我们之前就在电子音的时候就学到说，当一个二极体它能够在顺变啊逆变，它的电流不一样的，呈现出来的不一样的结果。那现在我们就进一步的把它从一个比较固定的它为什么是有这样子的情况？那当然，这一边的这几个，我们刚刚其实都有
在进入到后面几年考古之前哦，就是这段哦，做一些几项、四项基本的假设。那当然呢，未来的话你会知道说是这些假设有时候并不是都不是会成立。我们现在就是说想要去把它的这个 PM 界面它的一些电流的关系把它导出来的话，就是先做这样子的一些假设，然后再把我们刚刚在比如说我们今天跟前几个礼拜所得到的一些关系是把它带进来，然后想要进一步的去推算说它的一些电流对应到电压的变化的东西。那我们来看一下它的电的一个市场假设。它这里的假设的话，就是说我们后面的讨论会局限在于说它算是它多界面的一个形态。那多界面的形态的话，另外的话就是说整个空白区以外的那个两个区域哦，这些地方叫做中心区，那它还是在这里就是讲，就是说它在这两个区域区块里面的话，都是为空白区以外这个区块都是维持电阻。OK， 那另外的话就是说要做的假设是说，它的这些载体在这些空白区的边界里面的分布的话，它主要是在两边的那个静电位的更差距有关系。那静电位会温度受到你的那个顺向或逆向变化，它的静电位会变小或变大。那当然，在你的团队的话，就会受到这个它周边的那个能量的高度，看它是不是容易扩散到另外这一侧。那第三个假设的话，就是说它假设是在这样子不同的那个操作情况底下，它的多数载体都是它的注入的少数载体想要多的，就是说它是一个低阶注入的那个情况。那另外的话，最后一个假设是说，它假设在空白区当中的话，是没有产生它负荷的那个情况出现。那在这四个假设后，我们接下来就要去讨论，就是说它的一些电流的一些关系。那但首先的话，我们这边都是跟前面是一样，就是说在一个这样子界面形成的时候，它的内接电位 DPI 的大小，包括跟两边的那个站站有关。那两，比如说你在那个 P 型这一侧参站进来的幅度是那个2A的话，那当然，我们这个是变成下一个是这个。参展进来在 P 型里面参展浓度那么高的话，那当然这边 NA 是等于这个 PP 嘛，也就是说它在 P 型材料里面它的多数载体那个变动，那在热平衡的情况下，就是这边参展进来的所有的那个受的杂质的话全部有理化，所以它的跟它的那个热平衡的情况下在 P 型里面的多数载体是一样的。那当然另外这个 NB 的话就会对应到另外这个分型化的话，就是在各种情况下这个浓度的大小。那这里的浓度的大小的话，其实我们进一步的是可以把它简化成那个下层的这个式子。主要的原因是在于说，我们在第一章学到的那个质量作用定律嘛，也就是它在比如说在 P 型里面的话 ，P 型里面它的那个电子和电动相乘的话，就是等于它的那个分子的一个平方嘛。那你就把底下这个 Ni 平方的话，用这个 DP 零跟 NP 零两个相乘，把它带进来。那带进来之后呢，你就可以把上面的一个 DP 零跟下面的那个底下的 DP 零把它去掉。那当然这边的话，小包我觉得就只剩下这样子，就是 DP 零分之那个 N 的这样子。主要的话就是说，这个式子里面，下一步是把这个那个 Ni 平方的话，透过我们平常学到的
这里的话，就是说在这平衡情况底下，它灯型这一侧的那个电池的宽度跟引擎这一侧电池宽度是跟它的两边的那个接触的差异有关嘛。那我们如果破坏这个平衡，把那个不管是加顺边加逆边的话，你就可以从这个事实去修改。那这个事实的话，就等于是把它的这个指数上面的这个 BPI 呢，分别把它改成是十加顺边或者十加逆边的情形。那当然。这里的话就是说，加了一个，不管是顺边或者逆边，加了变压大小，加了一个变压之后，它的灯型这一侧的电池宽度跟引擎这一侧的宽度是呈现这样子的。然后差异就是差在修正它的指数部分，大约是 BPI 嘛，那一边的是加一个减一点它。那这个减一的话，当然就是说跟刚刚一样，就是如果是顺边的话，这个 B 就是在一个正的一个变压值。那如果是逆边的话，并不是在一个负的电池进来，那当然就是会对应的一个差异。所以这边的话，它指的是在控阀区变接后，并不是就已经破坏了这个这部分，它是已经有加逆时的情况底下，它的在这里的大小。那当然这里的话，就是说它又用到刚刚前面的第三个假设。假设它是在一个低阶出入的情况底下，那在低阶出入的话，就是它的刚刚前面多少接触的假设，就是说它的多数在是因为它是一个少数在是大上的波嘛，那所以在这样子的假设情况底下，就是说它的就算你再次出入的话，它已经不是在这个状态下，多数在波还是。跟他一开始热度的温度是差不多的。那当然，以这里来看的话，我们就把这里的，因为我们刚刚最后得到就是说，在加了变压之后，它的那个在N型区的电池的浓度是呈现这样子的关系嘛？那我们就把这里的 NN， 因为我们知道说直接说 NN 是区间 NN 里的，那我们把前面的这个 NN 里的这个时值把它带回。下的这一个式子，所以带进来的出来的结果的话，就可以得到这边这边的这个关系式，就是这边的那个正的话是分这一项，那这里的话就方是这个 N， 所以 N 是几乎是趋近于 N 里的。那从这一个那个式子来看的话，我们就可以把它的就 BPI 有关的大小把它互相对调，把它抵消掉，那最后出来的结果。就是说，在这个非热平的情况底下，它在 P 型里面的电子的部分 ，P 型里面热平的电子的之间呢，会随着你所施加的这个电压，会有增加或者减小的趋势。那这一边的话，就是如果是顺边的话，就是带一个正，所以顺边的情况底下，它的带 P 型里面的那个少数正的应该是会变得比较大的，会带一个。正的因素。好，我这边把这里讲完之后，我再把上前面的照片再把它那个强调一次，因为这里实在是太多符号了。那如果说多听老师这样的讲，他们可能有一点给我搞混。那我还是先把这个，我们刚刚得到说，在加了偏压之后呢，它对应出来在 P 型里面它的那个少数在。这样子的关系嘛，那我就把这个式子的左右两边都减掉一个 NP， 那左右两边减掉一个 NP 的话，就可以得到这边的结果。然后后面的话，其实 NP 当然就是一个负一点它嘛。那这里的话，当然整个意思就是说，当我们施加了不同的变压之后，会让它在平行材料里面少数材质的浓度会变得比较多嘛。那这个增加的幅度、增加的量的话，跟它的变压之间的关系就是。这里的关系是，那当然是对 P 型材料里面的少数载体电子来讲，那相对来说，同样的结果，你再把它对应到另外一边的少数载体，就是 N 型材料的那个里面的那个电动的话，你同样可以得到类似的结果。好，所以我这里的话，再把前面的这个重复再强调一次，因为我们前面做了很多的假设，那我们一开始怎么做？
结果的话，我们就可以进一步的去写出说这个跟你的 NPD 以及 DPI 之间，因为这样子没有关系，是去把它表示出来。那相对的，你们可以通过中间的这个事情得到说变动在里面，然后跟 DPI 之间的关系。那它是呼应了在第一前面的那个第二个假设，就是说两边的那个载体的浓度的话，其实主要是跟它的静电位的那个差异的话，那我们现在因为它还没有加热的电压，所以两边的静电位的差异就是 DPI。那我们等一下下一页的话，就是加了瞬间加了电的话，静电位就会变小或者是变大。好，那得到这边的这个结果，就先把它暂时放在一边。那我们就进一步的知道说，当我们施加瞬间电压的话，静电位变小；那施加逆向电压的话，静电位变大。那我们就把刚前一页的那个底下那个词稍微改写一下。就是说已经破坏这边的说那个底到底有没有掉，在施加电压的情况底下，它的韧性材料里面的电子的浓度跟聚酯材料电子浓度它有呈现这样子的关系，那差别就是它要把前面的那个式子呢，它的指数的部分从原本的 DPI 多修正，把它补充的负低给它，那当然这个负低的话，顺便就带一个我们再去带进来这边的话，它在后面这边是。这里要稍微用到我们的第三个讲之后，就是它是在一个比肩主义的那个情况，就是它的在 N 型材料里面，它的多数材质的话，其实跟一开始热电或者是差不多的。那我们当然这个 N 的时候，我们刚刚就已经得到有这个原来的关系是说 N 的带出来的进来。那 N 的零的话，我们就在前一页就有讲这个事情，把整个把它搬到。会得到这里的这个结果，那这里的这个结果的话，我们再把左边边的那个指数的 DPI 就像这样把互相约掉，那约完之后，我们就可以得到这里的那个所有的关系，也就是它的你施加的不管是瞬间或者逆电，它在进行里面多少电子的浓度，它都有关系。这里的情况下，这个是不是在浓度的话，就是这样子的一个关系。那你但所施加的那个电压如果是正的话，它的那个注入的那个材质所在，那是比较多的，它会变得比较大。那在这个事情刚刚就讲到说，左右两边都是比较低，所以可以进一步的得到这边的关系。那这个关系就是主要是想要知道说，当我们施加不同的电压的情况底下，它的少数材质浓度到底是增加还是少加，就是delta的话，它在里面到底是多少？那当然。同样的结果会被进入到另外一边的那个材料，类型材料里面的少数材质变动，它的那个一些跟电压之间的一些关系。OK， 那当然。这里是指的是
在梯形的中间区的话，电动算是多出材质，所以它的浓度都是有固定在这样子的大小。那但假设它穿过这个通管去进入到另外这一侧的话，它突然间就变成是少数材质嘛，所以少数材质的话，它这个浓度是会逐渐的缩小，然后如果它走的远远离这个界面的话，是然后进入到它的那个热敏感浓度 PN 这样子。那当然，这里的人员关系的话，是跟我们在前面最底下的最后出来的这个结果，其实彼此之间是有存在这样子的关系。那会随着它慢慢的这个结果，然后回归到这边。那当然，我们看完了这个电动的话，我们再把水箱里面的电子的那个东西一样子把它改变。对电子来讲，在N型它的那个中间区的话，它是属于多数材质，所以它是固定在 A 色这样子的图形下。当它穿过这个空啊，就进入到另外一层次的时候，它就变成是平行固定的少数材质。所以说它，当它就是慢慢越过界面的话，它会把它的轮廓逐渐的变小，然后回归到最初的样子。大家可以利用下个时间把刚刚前面只是单点就多一点算四次的表示。那电脑图这样子带大家看过图面区会有点多，那你利用下个时间稍微看一下这个四次的那个推演的那个结果。那等一下我们会再继续从这两个看，因为其实这些筛选的话，其实你会进一步的去影响到我们在公司应该什么的那个电子的关系。那我们要稍微表示出来，因为其实这两个图片乍看之下其实有类似的地方，那也有很明显不一样的地方。那这些不一样的地方，等一下我们要来进行来讨论一下。25页最后的结果，就分别是在梯形材料里面的时候，在它因为你所记载的那个数量不一样的话，它增加的电分是怎么样？那分形的所谓的电动增加是怎么样？那这两个式子的话，它其实可以把它出去影响到下一页，因为我们刚已经把顺向变压的两个材质不同区块它的浓度分布大小稍微掰过一次，对，再分享一下，就是说在蓝色色条的话指的是电动在不同位置的分布，那黑色色条的话是电子在不同分布的分布。那它比如说，蓝色电动在 P 型中心区的浓度分布是比较均匀，而且它的浓度是比较高，比较多，它是多数材质，是比较稳定的，它是固定是这样。那当它进入到空管区之后，它就稍微比较往下掉。那特别就是我们现在要讲的是，当它进入到另外一侧的中心区，也就是它变成是少数材质的话，它随着它一开始它就是这样，它随着它慢慢远离界面的话，是它会逐渐的被腐蚀掉，然后回到它的这个热源的大小，它在那里。那对电子来讲也是一样，它一开始电子在分型区的话，它做出三个它是不是很固定的，但一样它是暴露到空气之后开始往下掉，然后进入到另外一侧变成是少数材质，然后随着它逐渐远离这个界面，然后逐渐降到这个热源的大度，它是对水溶性影响。那顺向变压的话，我们稍微比对一下这两个图形啊，这两个图形它相同的地方是在于说，不管是顺变或者是逆变，它在各区的那个，比如说 P 型的中心区的话，它的多数在电动的话，它还是一样是固定的一个大小，因为它对电子来讲的话，它在N型里面它一样是多数在，所以这两个在各自的那个区域的话，属于多数在的话，它两个是其实不太改变的。那差别是差在说，它跨到另外一区的时候，像我们这边 P 电动的话，进入到分型的话，它一开始的浓度是大于那个平热平衡的浓度，那它只是随着它逐渐远离界面，它慢慢被复合掉了，然后回归到热平衡浓度。可是你看另外这个，当我们时间点的时候，其实它跨到另外一区的话，它一开始的浓度是比热平衡的浓度还要小。那这里的话，其实我们可以利用到我们刚刚前面最后的这两个事情，你分别把 V 带正和带负进来的话，你就会发现说，带正进来的话，其实它的多数材质浓度 N P 减掉它的 N P， 就是这 N P 减掉 N P， 你从图形来看的话，其实就是这段高度的一个大小，就是 N P 减掉 N P。那如果你带正的进来的话，它 N P 减掉 N P 还是正的，所以代表的意思是说，当
它这个还是一个正值，所以说它一开始的门槛是比对面门槛还高。可是如果你现在 B 带一个负的进来的话，你 PN 减掉 PN 你会变成是一个那个负的一个值，因为我们知道这个 B 有带负进来的话，前面这项是小于的，所以导致这边的等式右半边这个结果是一个小于一的一个数字，所以。差别就是他说，假设是那边的话，你看他一开始进入到另外侧的这个浓度大小的话，会是比这边的浓度还要小的。所以这里就是他们这两个不同水流浓度跟它栽植呢，栽植在不同区域的最大的差异。我们再把它的重点讲，就是说它顺边的时候带到上面那些试纸，它的 B 带侧的进来，它的进入到另外侧，虽然它就是上面这个字的那个 PN 减掉 PN。它还是一个正的数字，所以它的浓度还是比对面浓度大。可是如果是逆边的话，进入那个试纸 B 带的浓度进来，它的 PN 减掉 PN 的话，就是变成是一个正的数字。所以它进入到另外一侧的话，它一开始会掉的比热源的浓度还要来得低。OK， 那这是对电动，那对电子来讲的话也是一样，它还是在水电的时候一开始还是比对面浓度高，那这个在逆边的话一开始就比热源的浓度。不懂 PI 的时候，它的最大的一个差异。那它这两个虽然有很不同，可是它有相似的地方，就是说随着它慢慢的远离界面的话，它们都会回归到热平衡的浓度。那像这个的话，一开始浓度很高，那慢慢的它远离这个界面的话，就然后逐渐的接近这个 PN 里。那这里来讲的话，一开始虽然比这个热平衡浓度低，可是慢慢的远离界面的话，它也是逐渐的上升，会回归到这个 PN 里这样子。的大小 ，OK， 所以这里的话，我想就是通过前面的那个式子，然后推算出来，可以得到说，在两个不同区域，它少数材质里面，因为你加了顺边加了逆边的话，它少数材质跟热边的时候浓度比较起来，那我们知道说，顺边加进来 B 带正，它一开始注入了，注入完之后，它的浓度还是比热边更高的，是逆边的话 B 带的话，它一开始就会掉的。好，那我们就把这边的结果再稍微应用到我们第二三个那个连续方程式的那个，是不是？因为我们前面连续方程式的话，是可以得到说，它在这个在少数材质浓度的话，它随时间的一些变化。那我们这里的话，当然是讨论说，假设我们先看一下它的在 N 型中心区，就是在这个区域里面，它的那个少数材质。所以时间变化的这个情形，那我们知道说，在整个 PN 界面里面，它电场只存在那个空白区当中，所以它的那个中间区有假设是它没有电场的那个存在。那另外的话，我们也应用到一点点这些第四个假设，就是说，假设在空白区里面的话，是不会有产生或者是负的这个电流存在的，所以我们就把这两个关系呢带回我们在第二站连续方程式那边的问题，跟电场有关的那几项都不见了。那另外的话，产生和负的，特别是产生的那一项的话，都不见了，那就得到说，就可以得到它在这个情况底下的这个连续方程式，特别是后面这两个有关。那当然我们再稍微。整理一下，然后再把边界条件。所谓边界条件的话，就是说在这个情况底下，它的当 x 趋近于中，我们刚刚提到说，它去 x 趋近于中，当它远离这个界面的话，它会回归到这边的程度，我们就把这个边界条件带进去。那你进一步就可以去解读说它在不同位置以及不同。
来讲的话，它一样是有很多是电子传输，就是做的话一样是有它的扩散性的因素是成分。好，那这两个电流的那个成分得到了之后，其实我们这里的最主要的目的是什么？去推理推测说，在过去在瞬间是在那边的话，它的电流密度的这个关系。那但首先就是，它这两个图也是分别是一个瞬间跟逆天的那个情况。那因为我们知道瞬间逆天它其实电流的那个力量，那个电流的方向是比较重要。注意到瞬间逆天的时候，它会在主角位置。我们现在只是要讨论输出的那个电流的量和光。那我们把刚刚前面的这两个事情，因为电动会造成一个电流成分，那电子也会造成一个电流成分。那到时候其实我们整个 PN 界面的话，它的总电流大小就是这两个成分把它加总起来。所以总电流成分的大小就是我们可以把刚刚的那个电动造成的电流成分和电子所造成的电流成分把它加总起来，它可以得到这边的这个关系式。那这个关系式的话，其实因为我们知道前面它这两个电流成分都会受到我们说施加的那个偏压的影响，它后面有这个这样子的指向跟那个所施加的偏压有关嘛。那我们把前面这一项把它定义叫做 JS， 那其实这个 JS 叫做那个饱和电流密度，它跟我们在电子学学到的那个 JS 是一模一样的。它主要会跟两边的那个少数载子的浓度啊，还有就是说这个这些载子它本身的扩散系数，还有它的扩散距离的话，那我们就是通过这样子的事情，他会觉得说这个是什么样的东西，甚至跟我们在电子学到一样，就是说当你的是施加一个塑像一样的话，它带进来整个电间或者是二极体，它的那个电流的大小其实是会持续上升的。那如果你第一次带一个负的，比如说你对这个二极体施加一个逆向偏压的话，那它的那个电流大小是很小的，所以就会呈现出我们很熟悉的这个二极体的那个电流曲线。那当然这里的话，它是画出来是一个理想，我们知道说实际的二极体是会大于一个球体，它会上升嘛。那一个理想就是一个图形，它画出来类似这样子的曲线一样，就是说当它超过在瞬间偏压的时候，它是电流是会这样子很快速的直线上升的。可是当它超过在逆向偏压的时候，其实它这个 JS 应该是很小的一个逆向的那个饱和的电流。那它都是假设它超出在那边，然后还没有崩溃之前的话，其实它都会固定在这个负的 JS 这样子的一个电流的这个大小。好，那这是对我们比较熟悉的一个电流的表示，在超出在逆天还有瞬间的话，这个二极体的那个电流 IP 的那个曲线是这样子。那另外可能未来会在包括我们在后面的一些章节，然后就是说未来如果你的研究所这边类似的那个领域的话，你会看到说有时候它的那个电流的实时的话，它会取这个 log scale， 就是说有时候电流
所以它这里当然就这样子建设的话，它也是一个表示法。不过就差别就是，你要如果你要用这样子表示出它的那个一个二进体，它的 aggregate 是在 log scale 的话，那你要特别加注一下，底下这是在逆变的，那这是在收敛。那如果你直接是画出这样子图形的话，是大家都已经知道说。我们的横轴值的意思就是我们所施加的偏压嘛，那当然这里就是顺藤的一个那个机型，它对应出来的电流，它的那个单位可能就是比如说都三乘上十的几次方啊，都不是多少。那逆偏的话，它比较特别就是说它比较，因为我们知道逆偏它是一个很负的等式嘛，那我们负的没办法取得，所以只要知道它是负偏，我们先把它取绝对值之后再取。动的，那取决的时候再取决点，它就进射到我们的那个第二象限里面，它就会得到一个这样子的那个曲线。那这里跟讲义的那个图形，它差别是差在把这个逆变它的这一点，再把它
这样子的电压去扣掉我们的这个烟雾进去，而这个烟雾进去的话是天气的事，也就是说你如果要让它顺向导通的话，顺向导通的话，我们这个并不是说全部只加一个正的孔就可以了，这样的这个正的孔的话，至少还要大于后面这一项，不过整个指数的那个上面的那个指数量才会为正，因为我们知道说要这比较为正的话，它才会有一个很大的一个顺向电流，也就是说你加进来的那个电压至少要大于后面这一项。那这里其实这个概念的话，就有点类似我刚刚有提到那个切入电压的那个概念，并不是说 V 带正进来它就会马上导通，而是说它必须要大于这个半导体材料的那个 EM 跟 EV 之间的这个差距，而这段的差距的话，跟能性大小是很接近的，所以等于说我们的切入电压的大小的话，就至少等于它的指数的后面的正向的那个正向的大小，那它其实是很接近那个EG，但是是稍微小于EG的。好，就切入电压的一个概念。所以我们这里的话，讲我们知道说不同的半导体材料的话，它有不同的能性的大小。那如果说是一个能性比较宽的一个半导体材料的话，从这里的结论的话，就是说能性越宽，就是能性越大，一聚越大的话，它我们利用这个材料所制造而成的那个二极体的话，它的切入电压大小就越大，因为它等于是说它必须要有跨过这样子的一个门槛，才能让它的那个材质那边的那个浓度这样子过去，然后顺向顺向导通的一个结果。所以这里这页的那个重点是在于说，我们把前面的那个电流密度的式子套进来这一个单色轴界面，然后你再利用 PD 站的这个材质浓度跟它的那个能带图的一些那个差距的那个大小，把它带进来，然后最后得到这个结果。那这个结果的话，就是说，假设我们现在希望它顺向导通，这个 J 是一个比较大的话，因为我们原本前面讨论就是说 B 是只要是带那个正的进来，它是在一个比较有，这实际上的结果的话，会当我们考虑进来的话，就是说它必须要跨过这样子的一个门槛，它的这个指数的上面这一项才会是为正，那为当它为正的话，才会有一个顺向导通的这个结果，所以它至少后面这个的话，就是实际上是它的那个时间讨论到在电子仪讨论到那个切入电压的这个概念，它必须要大于才会顺向导通。那我们刚刚补充的是，假设现在是一个比较宽的系的那个半导体材料的话，因为我们知道这个 EM 解离不是很接近。那一个比较宽的芯片呢，才要制造的成本的那个二极体的话，其实它的切入电压相对来说就比较大，然后加上比较大的那个顺向电压，就会有一个导通的那个情形。那我跟那这个路边的话，一定要就是说，只要是一个负的那个电压计量的话，那你就那个逆向的那个电压要先生效。一些概念，还有特别是我们前面几章的一些有些事情。